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我今天是周五，粉色极短篇又来了。好，它的标题叫 The Date， 约会吗？好，往下看哈。我们一样先把它阅读完。我觉得这一篇很棒，真的蛮棒的，而且这里面的发生的情节应该发生在很多男男女女上面。好，所以先读完给你听。That was amazing. Yeah, I mean, you really know your stuff. Thanks, babe. Nadine clasped her bra. 这个字我念一直卡住 clasped. Okay. I hope I wasn't too rough. I can be an animal sometimes, Stanley boasted. Really? She laughed. Well, I'm a little tired today. Sure, baby. I know how it is. She pulled on her thigh highs. Stanley sat up in bed.Wearing his undershirt and brown socks. After an uncomfortable pause, I could really use a drink. Wanna get a drink? Nadine rubbed skin cream into her hand. Aw, thanks, Stuart, but I have an appointment. I understand. And it's Stanley, not Stuart. 结束。Alright. 刚一个字我很想先找一下给你看哦。Thigh highs. Thigh high. Okay. 我不敢乱点这个。图片哦，怕那个看起来太那个色情了一点点。Thigh 是大腿，所以高达大腿的袜子叫可以叫做 thigh high 这样子。那这种裤袜之类的，其实我们都可以叫 stocking。所以我先把刚刚这两个字打给你看 ，thigh high 这样子。那 stocking 就是丝袜这样子。OK， 好，所以我们再看一次，来，我们把里面的一些细节解释一下下。That was amazing.Yeah, I mean, you really know your stuff. 你要知道这男生女生谁讲一句谁讲一句哦，你知道吗？那你知道下一句 ？Thanks, babe. Nadine clasped her bra. 所以你知道第四句是 Nadine 讲的。那往前推的话，第一句男生说的 ，Yeah 是女生说的。好，我们再走一次。男生跟女生说 ，That was amazing， 超棒的。女生就一个字回应 ，Yeah。男生又说 ，I mean, you really know your stuff. 什么叫 really? You really know your stuff. 你真的很厉害。就 stuff 就事情东西的意思，你真的知道你的专业这样子 ，you really know your stuff， OK， 好，所以啊，你真的很厉害 ，Thanks babe， 啊，这 babe 你知道哈，这个宝贝的一个换一个方式说，所以 baby 啦 ，babe 啦，那在这个今时今日还有另外一个 b a e， 就中间那个 b 都被省略掉了，就 babe 这样子 ，OK， 好，所以 baby 几个方式可以说 ，Thanks babe， 那 Nadine 呢就。Clasped her bra， 这个 clasp 这个字来认识一下下。你把两个东西紧紧的抓拧在一起就是 clasp， OK， 就两条线把它拉紧凑在一起叫 clasp。所以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啊？就你把你的像女生把这个她的 bra 她的胸罩扣起来，所以它也是那个扣起来的概念 ，OK， 扣起来的概念，那个扣环啊之类的就可以叫它 clasp，OK，、okay? 扣环。所以把两个东西扣起来。我的手如果这样子合在一起的话，能不能叫做 clasp？ 可以，所以刚这边也找过来给你看一下下。如果你只要讲 clasp 这个字的话，我刚啊这边有找到，所以 see clasp hands 就是这样的一个姿态。OK， clasp hands。那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我们手指这样弄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就交叠着？有没有？就左右左右左右这样子？那这个形状还有另外一个词可以说。就交叠，然后扣着，所以这个词叫做 interlock， 或者 interlace 也可以 ，lace 有蕾丝的意思。所以我这边稍微再找一下给你看哈。所以我如果讲说 interlock fingers 一样的概念，好，手指这样子交叠锁在一起 ，interlock fingers。那我把它改成 interlace 一样，其实都应该写成被动哈。说实在的，就 interlaced 图片也一样。这样都有懂哦 ，OK， 所以 clasp 这个字可以用。那所以这边再补一个，interlock 跟 interlace。那再多讲一个，既然讲到刚刚这 interlock 是交叠锁住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你看得到的一些东西，如果是交叠锁着的话，我们就讲一下 interlock tile， 例如说这个词，你看这个状态不也是 interlock 吗？对，像刚刚一样交叠锁着的感觉，所以这样子都可以叫做 interlocking， OK， interlocking tile images。 好，所以 interlock 就懂了， OK， 好，太好了，来再看下来。
所以她把她的 bra 扣起来了 clasped her bra。 男生又说了 I hope I wasn't too rough、啊、希望我刚刚没有太粗暴哦。 I can be an animal sometimes， 有时候我还蛮像个动物的哦。 Stanley boasted， 所以这个 boast 就吹嘘。 OK， 我不知道你看到目前为止有没有感觉到他们之间的互动的感觉。男生说哦，你超棒的，刚刚真是棒。然后女生说 yeah， 然后说哦 thanks babe， 然后女生还一边扣上她的胸罩，然后啊，男生说啊，希望刚没有对你太粗暴哦，啊，有时候我也是蛮动物的哦。女生说的 really， 啊，一个问号 ，she laughed， 她就笑了，哈哈哈哈，这样子。你觉得这个互动怎么样？这个 chemistry 怎么样？然后男生下一个说 ，Well， I'm a little tired today， 所以女生刚笑了，男生就知道她似乎在笑我刚刚的表现，然后笑我说我自己是个动物，好像有点。名不副实，所以这男生就替自己找个台阶下。Well， 我今天有点累了。Well， I'm a little tired today. Sure, baby, I know how it is. 啊，我当然哦 ，OK 了，没问题了。Sure, baby， 我知道是怎样了。I know how it is. 就男生工作，然后表现不好。你看到这里，你就已经可以知道男生刚刚的表现其实并不好。I know how it is. 我知道，我懂。所以这时候 ，she pulled on her thigh highs。之后他就穿上了他的刚刚说的那个大腿高度的裤袜了，这样子。Stanley sat up in bed， 他就坐了起来。Sat up， 他在床上坐了起来 ，wearing his undershirt and brown socks， 穿着他的 undershirt 加的内衣。就我们讲的像，我在衬衫里面也会穿一个 undershirt， 因为你不然的话，有时候汗湿衬衫不好看。但你如果穿个内搭的话，你汗湿不会弄到衬衫上，所以很多男生会穿个内衣啦，懂你懂我意思啊？就小 YG 啊，或者是好像现在不叫小 YG， 就老阿公穿的那种白色的那种这样子 undershirt， 然后他穿着 brown socks。我看到这里，我大概可以推断，说不定他们做的时候这些都没脱掉也不一定，所以他们可能总之就是快做了一下。After an uncomfortable pause， 所以在一个不舒服的停顿之后，所以他坐了起来，然后这里有一个不舒服的停顿，不太。Awkward silence 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在另外几堂课曾经看过这个词。如果你记得的话，所以 awkward silence。但他的故事为什么不用这两个字 awkward silence？ 因为这两个字太常走在一起了，太常走在一起了。写故事有时候需要一些比较不同的、替换的一些词，所以一个不舒服的 pause。好了，其实也蛮常见。I could really use a drink。好，这里就是 use、很特别的用法。他前面一定是加 could 的这个字，也不会用 can 哦 ，could use， 所以这是个片语，同学 could use。我写几个例句给你看看，I could use a break right now， 这个是你在生活中可能听到的 ，I could use a break right now， 或者 I could use some help。I could use a cigarette now。这几个句子你都可以想象在生活中可能听得到。那你看、我稍微换一下。如果说 I could have a cigarette now， 这两句的意思就完完全全不同。所以我才跟你说 could use 是一个固定的片语。你把 use 换掉烂掉。你把 could 换成另外一个助动词 would 啊 should 啊这几个都不行都不行。一定是 could use。好，所以我们这里来说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这里的 could use 就是然后加名词嘛，对不对？ OK， 所以要是有这个名词该多好。OK， 大家该多好。很想要有这个名词，可是却现在得不到。OK， 好。至少现在这个 moment 是你还不确定有的，不确定有的。你可能跟人家讲了这句之后，人家就、OK， 好啊，给你啊，这样子。可是你在讲的当下是没有的，好、所以这是这样子的一个语气。所以我们把下面这几个想一想。I could use a break right now， 就是我工作很累了，然后我想要来休息一下，然后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休息。可是还有另外一个语义哦，就除了这个，要是有什么该多好之外。你的确可以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来看这个片语，就是像例如说，你跟我在讲话，然后我现在是在工作，咔咔咔咔咔，你跟我在旁边讲话，然后讲的时候你就说，时间差不多了，你要不要去跟我吃个饭好了？
然后我这时候想一想，哦，好啊，可以啊，我其实休息一下也不错。所以我可能你讲完，你邀请我去吃饭，我可能就回答你说 ，Yeah, OK, I could use a break right now. Let's go. 所以也可以这样子，也可以这样子。好，所以它不见得完全是只有这样子的意思而已。OK, 就是我现在来一个怎么样也不错哦，这样子。OK, 所以我或许用中文试着说一下，来一个这个也不错哦，这样子。OK, 所以这个片语有这么特殊的一个意思在哈。对，要是有这个该多好啊，或者来个这个也不错哦，这样。好，所以啊 ，I could use a break right now。哦，现在休息一下也不错。好，但是你现在这个 moment 就是还没有休息，所以用过去式 could。好，然后 I could use some help。就我跟你说啊，我看到你在那边打电动，然后我正在搬东西，然后我就对你说啊hi buddy， you know I could use some help right now。啊，所以哦好来我来帮你，所以 I could use some help， 可以理解哈。那这样的也是 ，I could use a cigarette now， 就是啊，我现在抽个烟也不错，我们一起去抽个烟吧，或者是啊，我现在真想抽烟啊 ，I could use a cigarette right now， but I can't， 你懂我意思啊？所以 I could have a cigarette now， 这个意思则是我真的可以去抽个烟的，所以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把这句删掉，所以这个是 could use 的一个固定的用法，希望大家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回来看这里，在一个令人不舒服的 pause 之后 ，I could really use a drink， 就是啊，我还真想喝杯东西呢。所以 ，wanna get a drink？ 他邀请他喝杯酒，好不好 ？Nadine rubbed skin cream into her hands， 他就把那个护手霜啊，所以你看到他，他刚刚的动作，扣上胸罩，穿上裤袜，擦护手霜，他要走了。OK， 所以 rub 就是磨这样子，好 ，rub， 所以 rub 一些 skin cream into her hands。说，哦 ，thanks Stuart， 谢谢你哦 ，Stuart，but I have an appointment。我们从刚刚的这个故事脉络来看，我们已经知道他叫 Stanley 了，对不对？你看这边有讲嘛 ？I hope I wasn't too rough. I can be an animal sometimes. Stanley said. Stanley boasted. 他就吹嘘着，对不对？那我们从这里已经知道他叫错名字了。OK， 所以他说：“哦、oh, ，Thanks, Stuart。”他以为他叫史都华 ，But I have an appointment. 可是我有约会了。OK， 就、so、I understand. And it's Stanley, not Stuart. 所以最后他还纠正他一下：“我了解了，我的名字是 Stanley， 不是史都华，不是 Stuart 哦。”这样子，故事在这里结束。所以你觉得他是什么关系？他们两个之间？大概就是王力宏在做的事情，就付钱买的概念，这样子应该是这样。我们今天不只看这里，我还想带大家看一下下后面的这个回应，因为回应不错。所以第一个人回应是 missing catalyst, wrong chemistry happens to everyone, well captured。所以他称赞他故事写的不错，就两人之间没有什么 catalyst 这个字认识一下下，催化剂 ，OK。很能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各种的情况里面、哦、就例如说今天这个人的加入我们这个团队真的成为一个催化剂，让我们的案子做得更好，所以这个人是一个我们公司团队里的 catalyst， 可以用在说人身上这样子。或者说哎、欸，你跟你老婆之间一直相处的不好，没想到生了一个小孩你们关系变好了，所以你的小孩真的是你跟你老婆的关系的 catalyst， 也不错 catalyst。 好，所以他们两个之间没有 catalyst， 而且还是就是化学反应是很奇怪 ，wrong chemistry。所以 chemistry 这个字，除了真的是就是你知道这元素周期表的那个化学哈，真的学科里的化学，也可以用在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化学关系上哈，人跟人之间的一种相处的状态，我们也可以叫那个东西 chemistry。你应该听过了，我想。所以他说这个故事写的不错，捕捉的很好 ，well captured。所以不错，这很好。然后再来，这个回应是我主要想讲的 ，a sad little tale。And closer to the truth than most men would care to admit, I suspect. Nicely done. 这句好难翻啊，可是我很想翻。所以这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小小的故事。Tale 这个字是故事，应该没问题。So a sad little tale. 而且这个故事是比、oh, closer to the truth than. 所以这里这个片语是 closer than， 你知道就是比什么还近，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级嘛。所以它比后面这个东西还更接近真实，接近现实世界的状态。So closer to the truth than 后面这件事。而后面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后面这件事情就是大部分的男人所愿意承认的。Most men would care to admit. OK, would care to admit. 这边这个片语也一样，这个片语叫做 care to admit。那它怎么用在句子里？它多半不会用在
肯定的句子里，就是 I wouldn't care to admit that， 然后接子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并不介意去承认这件事情。OK， 我并不介意去承认这件事情。我们套个例句试试看好了。我并不介意承认我曾经离过婚。So I wouldn't care to admit that I had a marriage before. OK， that I am a divorcee 这样子。OK， that I was divorced. 多少年前了？ 16 年前。好 ，Anyway， 好，所以这就是我并不介意承认什么什么事。那能不能在肯定句里呢？并不是不可能。你看这里就是啊，对不对 ？Right。所以我们再看一次这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小小的悲伤的故事，而它比大部分男人所愿意承认的内容还更接近事实、现实、真实。所以也就是啊，我们可以把它再思考一下，到底这里在说什么。大部分男人做了一个爱，然后表现不如预期，不是很好，你觉得他在结束后会讲出来让人家听吗？不会。他可能说，哦，开玩笑，我跟谁谁去厦门玩，然后哇塞，一个礼拜打了20次炮之类的，讲的好像自己多神勇，一夜7次啦。这是男生大部分说的。So most men would not care to admit that they are not so great in bed。大部分人并不会去承认，就是他们在床上是并不是不强的这样子，只会承认只会吹嘘自己很强。哦，现在我这里讲的有点卡卡，不过你在懂我的意思啊。所以这边大概可以理解了吗？所以比起大部分人所愿意承认的，这个故事还更接近真相。好，这个翻译大概比较精准一点的。哦，说比起大部分男人愿意承认的，这个故事还更接近真相。我再把这句英文读一次给你听。So this is a sad little tale, and this tale is closer to the truth than most men would care to admit, I suspect. 最后还强调一下，我怀疑。所以 I suspect。 好，我想再多补充最后一个地方， suspect 这个字它会拿来跟 doubt 这个字做比较。 OK， 那两个字你去查字典的话都是怀疑的意思，可是它用起来意思不太一样。我把写两个句子给你看好了，例如说 I suspect that he would come 跟 I doubt that he would come， 我只是把这两个动词换掉而已，差别在哪里？好， suspect 意思是你有理由去相信某件事情会发生，而 doubt 则是你有理由去相信它不会发生。所以 I doubt that he would come 则是我觉得他不会来，我怀疑他其实是不会来的，只是这句并没有否定的意思在里面，但它里面埋藏的意思是不会来。 I doubt that he would come， 我怀疑他不会来。而上面这句则是我怀疑他会来。 OK， 所以说啊，那个谁会不会来，我觉得会，因为他暗恋你啊，所以他一定会想来看你。So I suspect that he would come. OK， 这样懂了齁。所以 suspect 是觉得会怎样，而 doubt 是觉得不会怎样，所以都是怀疑，但意思是不同的。好，讲到这里大概差不多了齁，我们大概也不用全部复习一次的，因为说真的前面也没有太多今天的内容大概比较少，比较多的是讲解一些观念上的东西齁，就这个 could use 这个动词片语把它记好。OK， 然后催化剂啦， chemistry 啦，然后再来就是愿意承认的这个片语，那用肯定否定都不是不可能。OK， 至于最后的 suspect 跟 doubt， 刚才讲完应该没问题。好，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是 Paul， 我们下周一见。